他叫陈光威，是我的父亲。他叫陈光威，是我的丈夫。他叫陈光威，是我的老厂长，是光威集团的领路人，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。父亲的一生丰富多彩，种过地，当过瓦匠，赶过牛车，踩过山石，艰辛坎坷充满传奇。1987年，陈厂长毅然接手了濒临破产的威海石化科研器材厂，创建了光威集团。短短10年，他就带着我们从一根小小的鱼竿做成了全球最大的钓具生产企业。企业做大了，日子好过了，可我们家老陈啊却更忙了，忙着去干一件大事，研发碳纤维。碳纤维号称黑色黄金，不仅是国防军工领域的关键材料，还是制作鱼竿的原材料。当时由于咱们国家没有碳纤维，我们只能从国外进口，而每次进货都要看外国人的脸色，他们想卖就卖，不想卖就不卖，坐地起价更是家常便饭。这碳纤维又涨价了，而且这次外国厂商他还要限量供货。什么？又涨价了？上次不刚涨的吗？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，这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谁让咱们自己没有呢？只能买。跳出院墙，围着院墙转，围着院墙转。为了打破困境，我们自己必须走出去，自主研发生产碳纤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光威模式的自主创新路。自己生产？爸，那可是全球最尖端的材料和技术呀，而且还要有天大的投入，咱们一个小小的鱼竿厂能行吗？哎呀，厂长，您别跟那些外国人置气，他们的条件是苛刻了点儿，可不好歹也卖给咱们了吗？就是啊，厂长，只要他们还卖给咱，咱们就不愁赚钱。那样就会一直被外国人卡着脖子。再说了，如果核心技术不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，咱们不就是个组装车间吗？啊，要想打破困境，自主创新是唯一的出路。爸，您的心思我懂，可是咱们要人没人，要技术没技术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这人呐，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当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造不出原子弹，可是结果呢，我们不但造出了两弹一星，还让火箭飞上了太空。我就不信了，造个碳纤维比造原子弹还难。同志们，你们敢不敢和我一起拼一次？敢！那可是一条托付致贫、回头无岸的路啊！我们不怕，不怕！好！就这样，哎，老陈带着一群人拧成一股绳，拼了命地干这一件事儿。那几年他就跟着了魔似的，穿着一件工装，没日没夜地泡在车间里，累了就靠着机器睡，睡醒了接着再干，甚至就连我给他打电话他都嫌我啰嗦。那几年我们早晨上班，经常看到厂长一个人趴在桌子上睡着，他念叨的最多的就是：哎呀，人要是一天只睡2个小时，吃一顿饭那该多好啊。哎呀，我老了，
时间不够用了，但是下半辈子我一定要把时间抢回来。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战，我们终于成功研制出自己的碳纤维材料，一举打破了国外对中国长达40年的技术封锁。而就在这时，科技部也发现了我们研制的碳纤维，经过分析，这些碳纤维材料完全符合国防军工用品的标准。当时由于碳纤维已经是航空航天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，国外对华实施全面封锁，我国国防军工事业停滞不前，导弹在等碳纤维，火箭在等碳纤维，卫星在等碳纤维，飞机也在等碳纤维。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啊？既然国家有需要，那就把我们生产的碳纤维全部用到国防事业上，继续加大研发力度。为了国防，我们义不容辞。对，我们急国家之所急，应国家之所需啊。厂长，老陈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这些年你为了碳纤维掏干了家底儿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可这次不一样啊。怎么？你光在银行贷款就20亿了，还背着我抵押了所有的家产，前前后后将近40亿，要不是银行来找我签字，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。老伴儿，老伴儿啊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没有向谁低过头，更没有乞求过谁。老伴儿，今天我就求你了，求你把这个字签了吧。这字儿我不能签。老伴儿，我知道你干的是大事儿，是正事儿，可你想过吗？万一要是失败了。老伴儿，你知道我从小要过饭，如果失败了，大不了我再去要饭，就是要饭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和孩子饿着。我是为了我吗？那你，我是心疼你呀，你这辈子够苦了，咱都这岁数了，就不能消停点过几天好日子吗？什么是好日子啊？啊，我们住在威海，刘公岛就在我们身边，从甲午海战到日本侵华，一个小小的刘公岛见证了太多的硝烟和民族的苦难了，这是何等的屈辱啊！历史证明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，哪来的好日子啊？老伴儿啊，钱没了咱可以再挣，可是国之重器它不能等啊。老陈，哎呀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再说咱们身后有党和政府支持我们，我坚信碳纤维一定会搞成功的。老陈，这字儿我签。哎，老伴儿，谢谢你。身怀民族大义和报国情怀的父亲，就这样带领着光威人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参军路。面对困难，我们倾其所有，义无反顾。面对挑战，我们无所畏惧，迎难而上。光威集团终于创造了碳纤维国产化的奇迹，而父亲也最终倒在了他工作和奋斗过的厂房，走完了他
艰难的一生。厂长，厂长，我们舍不得您，您走了，但您的精神如烈焰之火，熊熊不灭。老陈，我和你相扶相携走过了50年，你就这样离开了，你看见天上飞的战机了吗？那上面有你研发的碳纤维。你走了，但那盏灯还亮着，永远亮在每个人的心里。爸，我想您。您放心，站在您奋斗过的土地上，光为人坚持为中国国防事业做贡献的初心不变，坚持实业报国的信念不变，永远不变。明金莫道是收兵，共济同舟再启程，无悔人生知报国，凌云阁上见功名，无悔人生知报国，凌云阁上见功名。